大家好，我哋又见面啦！好彩我哋又见面啦！大家好。咁今日咧，我哋要欣赏嘅咧系礼仪年啦。嗯。咁咧，礼仪年咧系一个几大嘅题目嚟噶。嗯。咁所以我哋今日集中咧去讲主日，讲主日。咁喺封面咧，嗰个天主教。罗马礼礼仪日历啊，你举高啲俾大家睇啦 ，show 埋嚟，系啱啱今日下昼印好噶，都系今日下昼呢放咗喺主教座堂嘅祭台上边，奉献俾天主，求天主降福呢所有阅读呢个天主教罗马礼礼仪日历嘅弟兄姊妹，系啦。咁各位记得啊，呢本书得嚟唔容易，可能明年都冇得出都未定噶。因为呢有几年啊，十年咯，十几年咯，应该2010年。当时呢，我哋好清楚，系中华教会用中文嘅，我哋冇一本呢可以话。当年的天主教罗马礼仪日历，我们用的呢有机会啦，是罗马的出的 Ordo 用拉丁文的，那就会夹一个字条呢，香港的特殊的一些专用的专用的节日啊、祈祷啊，咁呢其实越来呢越多神父呢根本不是很识拉丁，咁又加上咧，我哋好多地区，譬如话大陆嘅教会啊，甚至外地嘅教会，有中国人嘅地方咧，都好需要咧对礼仪年啊嘅日历啊有啲认识。虽然咧台湾咧。都会做的，不过呢都是按照他们的需要啦，是不是很详尽。那我们这一本呢是按照罗马出的 Ordo 呢去整理呢成为中文的。我们大家一跳呢立即跳去呢这个的22页。是啊，大家在看到呢 CLV, 在左上角看到呢一本红红地色的，一本绿色的、啊、红红地色那本是拉丁文、啊、绿色那本是英文，都是一个出版社叫做 CLV。咁仲有另一本系咩啊？隔篱嗰本咧就灰色嘅，灰色底嘅，系 LEV， 即系梵蒂冈书店，即系另一个出版社。拉丁文嚟嘅。系啦，指出拉丁文，都系2024至2025年嘅 order 嚟嘅喎。以往咧教区俾我哋嘅都系 LEV 嘅拉丁嚟嘅，吓、嗯、咁、啊、然之后就夹一张纸入去嘅啫。系啊，一张好细张嘅纸。吓、啊，又或者系。CLV 的拉丁的章字，咁所以呢系自从19几多年啊，我哋系我记得系2010年底，系啊，咁我哋先至呢好辛苦，每年都做，系就净系翻译咗啦拉丁文嘅，系啊，佢完整嘅、啊，完整嘅，即系原汁原味的，系啊，原汁原味咧，为咗即系。有很多关于礼仪日历的问题呢，即是不明白的地方呢，其实拉丁版或者求来的英文版都有完整的铺陈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全部就会译晒。是啦。然后呢亦都真的呢图文。图文并茂彩色印刷。咁呢十几年来呢，大陆好，有中国人的地方好，甚至台湾呢。嗯，都渴望又渴望呢这本书。阿欣，当我们出的时候呢，我们将那个稿都给了大陆的有关的礼仪人啦，我们懂得的啦，
嗰個稿，佢哋點答你啊？佢哋好多謝噶，因為佢有啲直情係為自己教區要編排禮儀年，佢就攞我哋依一個嚟做一個基礎，攞嚟 cross check 噶啦。而且呢，老實講，香港我哋都有一批有十幾人噶，係負責校對啊、整理啊。一陣阿羅娜會講多啲，阿欣都可以講好多啦。係阿欣啊，今年全係阿欣啦。係啊，啊因為羅娜又整親腳啊，又跛咗手啊，咁嚇係好係好。真的很大的心血的，那所以呢在這裡要多謝先，首先要多謝這麼多位、這麼多位，希望呢不是白做，不是說哎呀好辛苦好辛苦了，第二年沒有做了，第二年沒有做了，亦多兩本書沒有做，聽到都心痛啊，是需要呢加深認識，不單止加深認識，還要呢好好地用它，好好用它，知道教會的禮儀年曆呢那種的豐富，那種的享受，那種欣賞，今晚我們走這條路線的，那而且大家買啊50元本，你買啦，你唔買就唔會出噶啦，你買啦，你當施捨都好啦，你買啦，我哋出呢本書，因為咧你哋唔買唔施捨咧，係因為存咗個倉。他们就说因为没有法子了，所以就没有再出书了。我们这么辛苦做呢，不是为钱的。这么多人义务帮手，是一个先都不收。这个只不过是印刷上呢需要钱。都是印刷上呢，即是如果大陆要呢，可以说你出一本可以送一本，你施舍我哋啦，买啦。如果唔系嘅话呢，你几好嘅书，将来都会系唔出，因为要向钱看啊，向钱看呢。教会唔会再发展落去噶啦。因为向钱看呢，就乜嘢都唔使做。我哋个目标系普及啊，唔使去神学院，因为呢啲唔需要神。直接神学院啊，都应该转型啦。我哋要将教会咁宝贵嘅嘢深入民心，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明白，人人都享受。唔该，你哋施舍啦。咁你话今晚你讲咗呢啲嘢系咪好痛心？系啊，我话俾你知，非常之痛心。好地欣赏，好地啦，珍惜仲有光嘅时间。好，我哋首先咧做祈祷第二页啦。点解我哋拣上年期第28主日啊？今个主日啊嘛。系上年期第28主日。嗱，呢个集土经大家提到咯，系第八世纪已经有噶啦。嗱，我略礼书啊。系啊，已经有噶啦。而家已经千几年教会咁样祈祷，教会咁样计信仰，咁样嘅生活噶。好啦，我哋祈祷啦。上主，求你时常以圣宠引导和推动我们。使我们心智坚定，勉力行善。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真的要求了，天主，你以圣宠引导推动我们，我们没有失望。所谓希望之旅，第二年的圣年的一个路向，使我们心智坚定，不要因为呢这么多噪音呢而失去了我们应该要做而需要做的，是天主的意思的一切勉力行事。那我们用了哪张照片？是善心的撒玛利亚人，那个就是耶稣，那个就是耶稣，是啊，将我们抱起送去旅馆客栈，是啊，交托个客栈的那个店主好好地照顾这个病人。奥斯汀的解释，嗯，好啦，那我们再念一次，衷心的，上主，求你时常以圣宠引导和推动我们，使我们心智坚定，勉力行善。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啊，有啲预告喎，我哋呢将呢啲土文做咗个并排版，由几时开始噶？1956年，1956年咧，当然由拉丁开始啦。拉丁咧，拉丁啊，我哋话啊，譬如而家你睇到《礼书》啊，《罗马尼撒经书》有嘅，系啊，喺1570年嘅《罗马尼撒经书》有嘅，系啊，吓咁，因为1570年嘅《罗马尼撒经书》咧，喺1956年咧系译咗做中文啊嘛，系啊，叫做《每日尼撒经书》，喺香港卖啊。香港啊嘛，香港香港教区啊，真理学会出版噶嘛。哦，1956年吓。系啊，其实1670年啊，1670年啊，阿利瑞斯喺北京咧已经翻译咗，不过用文言文，系叫做《尼撒经典》。咁跟住咧，1930几年啊，都有译过噶。你想一想，哇，慘粒啦你！去到1956年，點解要譯啫？係因為冇人識拉丁啊嘛。參加尼撒嘅教友係啊，唔會知點啫，念緊乜？咁所以咧，當時法英奇主教嚇，咁喺佢嘅指導下啦，有三位神父噶喺一齊啦。去嗱，边三位啊？张志超、陈鸿伟、张亚伯三位神父，苦心译咗，个心喺教友嗰度，好想教友啊，得到呢啲宝贝啊，同教会一齐祈祷译咗噶。咁跟住呢，大公会议啦，1965年啊。開始執行咧，1963年禮賢章嘅指示，慢慢用本地話開嚟曬，而呢本書就大派用場。就1966年咧，全本重印，大派用場。咁樣咧，我哋正話講個並排版咧，就由呢本書開始。中文點樣翻譯？台灣。香港怎樣譯？台灣怎樣譯？大陸怎樣譯？我們做了一個整理，表列了出來。表列了出來。當然拉丁那個媽媽一定在這裡，歷代的翻譯。還有啊，最初英文 ISO 的翻譯，ISO 是什麼？國際英語禮儀委員會。是啊，個翻譯，還有去到最近2010年的翻譯，還有如果我們真的需要，我們看看意大利文最新的翻譯，法文最新的翻譯，去鑑證一下怎樣譯得更加可以說比較有容易一點去領悟，參與到祈禱。是啊，所以各位多謝天主啊，
都多谢前辈们嘅苦心啊！我哋祈祷啦，上主，求你时常以圣宠引导和推动我们，使我们心智坚定，勉力行善。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当我在罗马读书的时候很辛苦的，我在想的呢就是唐三藏取西经，为使呢回到来之后努力啦，将一切都变成中文，让中国人呢可以吸收，可以了解，可以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母语呢去继续的学习同埋思考，去建立一个真係本地嘅教会，而唔係接资嘅教会。明白？但係事与愿违㗎。我哋而家连啊嗰个宗教学部都用英文，连圣经都要用英文。我諗雷神会起身啦，一定会每个人 kiss 佢一夜。点解考试要用英文？点解论文要用英文？为使你唔识噶咋？系啊，其实用英文考试真系会头痛噶，头都痛。好，唔讲啦，唔讲啦。嗱，今晚呢都已经唱咗十点咯，我哋尽力而为啦。我哋今晚呢要有好多嘅天文学啊嘅一啲认识噶噃，求天主你俾我哋心智坚定，勉力行善啦。好啦，第三章，你左手边系睇到个月光嘅发展啦吓，由你举头头望唔见个月光到开始见少少，越嚟越多，跟住中间系月圆啦吓，富满，然之后咧慢慢慢慢咧会冇翻，咁样其实月亮咧就系呢个日历嘅其中一个元素。我哋叫月历，月历啊，系啊，咁先叫月份牌月历吓，日历啊用一足一计，月历就每个月计。系啊，每个月嘅意思即系你由抬头见唔到个月亮，直至到望到整个月光，然之后又再见望唔到。嗱，呢个非常公道嗰个。因为你去到哪度呢你都望到月亮的。嗯。什么地方都有月亮的。是吗？而月亮出来呢那一个的时间呢，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就是刚刚你看看呢，这个的话就科学上高呢，所谓月的一个周期呢大概是每 29.5 日重复。咁如果加埋，因為其實所謂嘅點解會有時睇到有一日睇到一日睇唔到呢，就因為係個月亮圍繞住地球轉一個圈啊，咁但係地球本身自己都自轉緊㗎嘛，所以呢圍起上嚟呢就係另一個講法，就係27日啦。咪仲有啊，個地球嘅影遮住咗個月亮啊，咁咪冇月亮啦。係啦，其實就個月亮唔係消失咗㗎，係你遮住咗咪睇唔到囉，冇光㗎嘛。因为其实月的光是由太阳反射给它的。是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地球啦、月啦、太阳这个运行呢其实就构成了日历。好啦，太阳呢、中间那块啦。是啦，中间那些图。用月的叫 Lunar Calendar 啦。是啦。是不是叫做什么，我们叫阴历是吗？阴啊。好啦，那么。看个月亮啦。是啦，那如果呢以太阳呢，是啊，因为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嘛，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一个圈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年，就因为经历到四季春夏秋冬。是啊，喂，这个跟伽利略呢，哎呀，伽利略都要识埋嘅。哎呀，你唔识伽利略？系啊，唔系好识啊。你继续啦，继续啦。我就系知道，哇，当时嘅困难系乜嘢？系
太阳绕住地球转，转啦、啊，定系或者地球绕住太阳转，佢受咗好多苦，嗯，受咗好多苦。今日咧，我哋都知噶啦，唔系个月太阳喐系咩啊？系个地球喐噶嘛。好啦，咁因此缘故咧，喺呢个过程有四季，嗯，春天温暖嘅，夏天炎热嘅、嗯，秋天咧清凉啦、嗯，冬天咧严寒。咁、嗯、所以咧呢、这个四季咧都引申到咧啲植物嘅生长啊。系啊，春天啊发芽啦，开始长大啦；夏天咧就好茂盛啦，秋天啊开始落啦，然之后收成啦、啊，然之后冬天咧叫做咩啊？系啊，藏喺地下嗰边等过冬啦。秋收冬藏啊嘛！啊，中國人呢句説話係啊，嚇咁樣咧就形成咗咧所謂四季啦。但係四季咧係咁講啫噃。你北半球，北半球就好似睇得清楚啲，南半球都得。不過又調轉嚟，啱啱調轉嘅。我哋嘅冬季咧係佢哋嘅夏季，夏季最熱嘅時候。係啊。咁你諗諗係咁嘅，中有赤道啦，係啊，就冇乜嘢叫做咩啊？冇乜四季，冇乜四季，只有雨季同埋旱季嘅啫。冇錯，所以還係月亮咧，係就人人都應該容易經歷到，經歷到嘅。所以不同嘅文化、不同嘅地，即係地區咧，都會有呢個月嘅發展。但係咧，我哋都未曾講啊，地球自轉啊，係啊，嗰個自轉咧。就有日夜啦，系有日夜啦，系嘛？呢啲都留翻讲日课嘅时候再讲，系咧，好唔好啊？系啊，嗱，咁你睇睇咧，嗰张图咧中间嘅上边嘅咧，我哋有咩啊？春分啦，夏至啦，秋分啦，冬至啊，anti-clockwise 啊，好啦，咁。中國人呢就將呢四個咁樣嘅一啲重點啊，咩叫春分啊？太陽直照赤道啊，係太陽直照赤道啦，係啊，日夜同長啦，冇錯，係啊，咩叫夏至啊？太陽直照南迴歸線啊，喺北半球，北迴歸線，北迴歸線啊，去到北迴歸線，所以呢喺北。这个北半球的最热的日最热即是夏天的极致、因为去到北回归线嘛过了这天就离开了向南行了好了什么叫秋分啊就回到赤道回到赤道了那什么叫冬至啊太阳直照这个南去到南回归线在北半球呢是最冬这天最冬最黑的即是日最短啦，日最短夜最长啦，系嘛？咁你话夏至咧，就日最长夜最短，系嘛？咁于是咧，中国人咧就将佢咁样分咗咧24个节气啦。嗱，呢啲节气咧同一个农耕社会咧好有关系噶。是不是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就要怎样有雨水等等雨水啊收成啊是不是所以这些呢是很影响人的生活的。好了那么第四页了就会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有12个月的嗱大家慢慢来小心啊。中文就叫月的英文就叫做 month 是吧月呢很明显呢是阴历的讲法的。是啊月亮的周期啊。是月亮的周期。是吧你讲讲啊怎么会12个月的呢是啊这个是参考格林威治的皇家博物馆天文台来的。这样呢今天我们所講嘅一年有12個月咧，係應該係由呢一個 Julian Calendar 嚇，係啊，佢哋 B.C. 45年入邊咧，就認為即係本來喺
佢之前咧得十個月嘅啫，即使羅馬帝國嘅人都係得十個月嘅啫。咁啊，就覺唔夠用，咁樣咧就認為咧要加多兩個月，咁佢就加多咗 January 同埋 February 呢兩個月。咁而且咧亦都將嗰年將一年入邊本來嘅第五同第六個月，而家就唔係第六第七啊，第五同第六。本来的第五、第六嘛，前面加了两个之后，冇错冇错，而家我哋叫第七、第八。系啦，咁以往系第五、第六。系啦，原来嘅第五、第六。吓，以往咧，得十个月嘅第五、第六。吓，第一个月系 March。系 March 吓，所以唔好叫三月，系 March 吓。咁而你要叫得佢哋冇一二三四。罗马个历法个月冇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噶。我哋中文先就將佢用數字代表，我哋佢哋用個名去代表嘅，係啦 ，OK， 係啦。咁 Julian 咧就將當時嘅本來嘅第五個月咧改做 July， 佢個名嚟嘅。咁同埋第六個月咧就改做 August， 嚇，又為咗紀念奧古斯都海呢一個凱撒嚇。咁所以咧就十二個月咧就係由嗰個時候開始安排。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皇室的問題嚇，點解一個星期有七日嘅咧？咁呢個咧，我追到羅馬帝國再古老一啲嘅時候咧，就係、是、巴比倫人，同埋咧我哋就曾經讀過亞述啊 ，King Sargon the First 咧，大概即係低啊，即係亞加德啊等等地方咧，歷史係可以追溯去到公元前2300年啊嚇，就已經係有。用月亮嚟計數啊嘛，係啊，太陽、月亮同埋七個五個星球。嗱，佢首先咧，你好簡單。如果你用月亮去計數，係十四十四嘅。係。點解十四十四啊？一般咧，你當廿八日噶嘛。係啊。係嘛？當廿八日。嗯。由冇到有，係嘛？由冇到有，到圆到缺，系啦。咁啊，只有唔多廿八，廿八就系点啊？再加两四个，四个七咯。系啦，就系咁样再斩开出嚟呢个就系。咁四个七，咁点四个七啊？咁佢咪金木水火土加翻日月咪搞掂咯？讲紧系第五同第六页结合埋一齐嘅讲法啦。系啊，系啊，去到第五页啦，我哋。嗱，咁就睇到啦，系啦。日本佬咧就繼續咧，日本人逆呢一個一個星期嘅每一日嘅時候咧，嗱，佢唔會逆一二三四，系啦，所以日本人都冇星期一、星期二，佢有咩日？一曜日、日曜日、啊，日曜日、月曜日、月即系月亮啦，嚇，火日月火水木金土。係啦，日文就保留咗呢一個原文個意思啦。是啊，咁所以星期天啦，咁啊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啦，嗱呢个逆翻嚟咧，就将佢加咗啲一、二、三、四落去，冇七噶。嗯，但系教会咧好得意嘅天主教教会力啊，我哋用教会力呢个字咧，而家普通冇乜人识噶啦。系，我哋咧喺日日咩日日啊？日日日咪占礼日咯。叫占礼日，系啊，占礼日第一日嚟啦，太阳嗰日，吓、啊，跟住嗰日咧，占礼二，系啊，占礼三，占礼四，占礼五，耶稣死嗰日叫占礼六，六，耶稣坟墓嗰日叫占礼七，耶稣复活嗰日叫占礼一，一，呢个叫教历，大家明啦。系嘛？所以呢，七唔系冇理由嚟噶。阿欣做七进制咧，而家我哋用紧嘅十进制咋？其实如果你炒翻下嗰个，可以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咪到十六。系啊，仲有啊，佢话俾你听啊，点解会？系嘛？點解六十秒啊？一個鐘頭點解要分六十分鐘啊？又每一個分咧有六十秒啊？佢想講三三不盡，
碌碌無窮啊！盡唔盡啲數字？最啊，嗯，係啊，第四頁嗰度咧，係啊，都有講呢啲㗎。當時廿六十係一個最容易除開嘅數。係啊，咁所以十二啊，六啊，見到嘛？呢啲係數學嘅原理嚟嘅。嚇，不過咧，大家都記得啦，而家原來月亮影響我哋點樣計算日子，太陽影響我哋點樣計算。春夏秋冬四季，所謂的四季啦。而且呢啲咧，往往會結合一齊啊。結合一齊，好啦，我睇第六頁啦，係一樣嘅內容，我哋講咗㗎啦。好啦，而家去到聖經啦，係你講下啦。第七頁啊，呢一本詩高聖經咧，喺後邊嘅2049同2050頁啊，最後尾呢度啊，真係喺度。素描出嚟嘅嚇，多謝詩高聖經學會啊嚇，佢竟然咧就排咗左手邊嘅甲咧，就係、是、猶太，你見到上高咧猶太曆，第二甲咧係希臘嘅馬其頓曆，跟住羅馬曆同埋克納罕曆喎，咁然之後咧睇埋隔離嘅月咧，就會見到咧上高咧嗰啲啊喺嗰、那個。阴历啦吓，阴历咧就先有冲军前嘅四个月份，得四个月份个名嘅，有名嘅啫吓。然之后冲军后咧就都系啲月份嘅名吓，包括离散月。离散月咧就系、是、出谷记入边所讲嘅逾越节嘅日期啦吓。好啦，然之后喺跟住第三栏咧就相等于所谓今日嘅阳历嘅月份。咁下低咧就系、是、节期同龙时呢啲。嗱，呢個嘅表非常好。哎呀，雷偉明啊，雷偉明啊，同埋你嘅團隊啊 ，kiss 你，你哋做咗好多嘅嘢，好佩服你哋。有你哋嘅勇氣，我哋有今日，真係但悲不見九州通。都真係心耕細作啦，係啊，默默耕耘。你睇到咧，特別你睇到落去。是怎么说我这边是2050页2050页你看到这些月份有名不过不是用1234是啊看到吗只有我们中国人用1234而已嘛、所以我们要想他们怎样算做一个月的一年的開始呢譬如猶太人呢農耕社會某一種收成啦即類似而家嘅九月嘅即收成某一種嘅農作物就以嗰個月呢去作為咩呀作為年首㗎。作為年首啊，咁呢一個咧就以農耕社會嗰個收割嘅，係嘛？嗰種嘅或者播種啊、收割啊，作為嘅一年之前。OK， 好啦，同樣有時唔係因為農耕，亦因為啲事發生咗。那些事發生了呢你就記住這件事每年都記它一次看到嗎好了那你現在看看第八頁呢就清楚了你講的是左上角猶太的國曆、啊、你說國曆呢 是civil calendar 是啊即沒什麼東西宗不宗教總之就以農事啊，點啊？係啊，立未記嗰邊所講嘅咧，召開一個盛會咧，就係、是、收成呢一個農作物嘅時候，可以豐收啦，慶祝啦。你睇下嗰日要食乜嘢？要食石榴。石榴嘛，石榴收成最靚嘅時候嚟㗎。係啊，係啊，當然都要飲酒。咁咧、一見到咁樣咧，其實我哋而家十二月啦，係啊，係嘛？如果你上 YouTube 仲睇到㗎，
今年呢2024年猶太人過新年嗰種嘅慶節嘅慶期嘅嗰種嘅歡躍啊、舞蹈啊、祈禱嘅，呢一件咧喺個農耕社會裏邊嘅國力。嗯，好啦，仲有咧，隔離嗰張係咩啊？左手邊啊，猶太叫教力，咩叫教力啊？宗教上高係啊，一年嘅首月啊嘛，係乜嘢？咪逾越節咯，嗱，出谷記嘅係啊，十二章。吃的东西都不同的喎、哦。是啊。吃的有什么羊啦、无烤饼啦、苦菜啦。是啊，苦菜啊、果酱这些就是纪念他们出现的日子啊。所以呢有时一个日历、月历、日历里面呢是包含了两种东西的。嗯。一种是什么民间。民间的。生活的民间生活。一種是什麼？宗教上是事件的發生的，未必宗教事件的發生都可以的。譬如我們的中秋節、端午節紀念，是吧？有些事。還有啊，今天是多少號啊？雙十，辛亥革命啊，嗯，是吧？都記得的嘛。所以有些是事件性的，有些是什麼？是一個生活性的東西的。好啦，咁而家你又睇睇咯噃，馬其頓力，嗱馬其頓力都影響我哋嘅。嗯，原來馬其頓力咧，即係舊嘅希臘力咧。係啊，係今日我哋叫嘅 September 啦。嗯，即係咩啊？我哋稱九月叫佢 September， 係一年嘅開始喎。係啊，羅馬舊力都係因為得十個月嘅啫。嗯，見到。嗰啲係九月開始。嗯，好啦，影響所及咧。嗯，今日希臘教會嘅教歷係咩叫教歷啊？佢哋嘅禮儀年禮儀年曆，禮儀年曆係九月開始噶。係啊，所以第一個節日係咩啊？聖母聖誕。聖母聖誕九月八號。係啦，就係左上角。係啦，咁啊，如此類推啦，去到年尾啊，八月啦。聖母安眠。聖母安眠，佢借住整個聖母嘅一生。嗯。穿插住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工程去表达出基督救赎了这个世界。第二，圣母呢作为一个背景，是的，作为人物，而耶稣就穿他傲迹就穿插其中，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教力。嗯，好了，隔离的了，隔离一那个是什么哪里的，这个用你的是哪里的，那个那个禮儀年曆占禮單啊，占禮單啊，用你的是河北赵县的教区他们做的占禮單。他由几多月开始的？一月。嗱，这个呢不是禮儀年曆的。嗯，是什么？是呢，是一个什么民间的。民间的。因为今天民间呢，是按照 Julian Calendar，或者 Gregorian Calendar，是罗马新历。嗯，罗马新历，啱啱啱，是公元前四十五年，都多得哪个地方帮他们计一计翻佢噶？诶，嗰度叫做亚历山大港。系啦，亚历山大个 Alexandria。系啊，好出名噶，科学好发达。因为当时嘅天文学喺嗰度最出名。最出名。是用那裡幫他計算，是啊，要加多兩個月的，這樣才是一年，即是一年的，是啊，就由十個月變成十二個月。所以呢，他們由 January， 是啊，我們叫他做一月，嗯，是我們翻譯了，是啊，啊，是啊，他們沒有一月幾的事的，他以那裡開始的，嗯，January， 是吧？那呢，去到1582年，那年是什麼？利馬就去到什麼？登陸澳門。登陸澳門，不是上岸啊，登陸月球嗎？你現在不可以叫登陸，上岸啊，是但啦，到達啦，好，抵達，平安抵埗啊，抵達，利馬就抵達澳門，1582年。OK， 啱啦，那一年呢，教宗扣了幾多日？因為科學家告訴他，喂，你不做啊，佢覺得
所以即係咧，由於計每一年個長度啊嚇，本來一路咧都以為係365.25日啊，咁但係科學家話俾佢聽，唔係啊，係365.25多啲，咁樣加埋咧，由325年開始計咧，就一路總共誤差咗10日。咁為咗彌補翻呢一個錯誤，點解要咁彌補呢？就係因為如果繼續錯落去咧，有一日咧。教會的復活節咧，本來是一個春天的節日咧，會變成冬天。咁於是咧，額我略13世教宗咧就決定呢、這個更正呢個錯誤咧，就實施呢個額我略日曆改革。就即係話咧，由一額我略咩世啫？13啊，我記得，係啦，真係13世。就話嗰1582年嘅10月5日至到14日。一共有10日咧，喺歷史上高咧就會消失咗啦。消失咗，所以你冇話俾我聽啊！佢幾時出世噶？佢係1582年嚇，10月10日出世，冇啊！歷史上高冇呢一日，啱唔啱？嗯，啊咁好啦，明白。好，仲有啊，咁尼馬竇上岸咧，有冇影響啊？據說佢係8月上岸噶。咁就冇影響啦。係啊 ，OK 啦 ，OK 啦。即係我哋日曆改革嘅時候咧，阿利馬竇人喺澳門嘅。係啦，係啊。嗱，日本教會都開咗教噶啦，佢哋知噶。知噶，知噶，佢哋知噶。係啊。嗱，各位注意呢一啲，點解要注意啊？原來不斷改緊嘅，不斷啲誤差改緊嘅，係嘛？咁所以咧。我哋所謂用一月嚟計啊，其實就係 Julian calendar 同埋 Gregorian calendar， 係、羅馬嘅新歷嚟噶，係、羅馬嘅舊歷係得10個月嘅啫，係嘛？咁你要明啊，好啦，咁上邊禮儀年啦，見到禮儀年嘛？禮儀年咧，其實就係將月同四季，系加埋一齐噶，系啊，结合，即系月亮同太阳咧结合咗嘅。固然啦，你见到礼仪年嗰度仲有隔篱咧，好似一个螺旋咁，螺旋嘅楼梯越行越高嘅咧，咁叫礼仪年，唔系轮回嘅，而系每一个转本身咧，系推理咧。更加接近天主嘅，好啦，真係有目標嘅，有目標噶。嗱，而家我哋睇睇啦，第九頁，正啊。其實我哋上一次叫咩話？約翰使者誕神嗰日，我哋做過噶。教會咧好叻噶，即系咧又採陰補陽啊，又採陽補陰啊，係嘛？將兩者結合的，首先第一樣的結合呢，是這個冬至。冬至很早很早呢，羅馬人呢就叫它做什麼？無敵太陽神節。原因是什麼？因為過了冬至呢，就日漸長，夜漸短了。是啦，太陽神回來了。是啊，我們就移風易俗呢，慶祝真光進入世界。個真光係邊個？真光咪耶穌咯。係啊，正義嘅太陽啊，正義嘅普照世啊，每人嘅真光正在進入世界。咁咪慶祝聖誕節嘅。話説啊，你個老祖叫咩 ？Hippolytus 啊。係啊，希波律。就已經215年咧，係已經提過，不過有人疑惑嘅。不過你唔好咁疑惑啦。去到354年係嘛？354年羅馬日曆啊，已經清楚。一陣會睇到嘅，一陣會睇到嘅，幾多係345啊、354啊？啊，你真係一咁你十二頁354啊嘛。我哋揾到嘅最早嘅資料嘅。係啦，即係確實知道咧嗰日。移風易俗，叫佢做咩啊？真光進入世界，係嘛？耶穌基督咧，我哋嘅主誕生喺猶大，
係咪？好啦，咁呢個係咁日子，呢個聖誕節，仲有一個勁抽嘅咧，去到325年啊，就定咗咩叫復活節啊？春分月圓。對唔住，你錯咗。春分之後啊，第一次嘅月圓之後嘅主日係復活主日。係啊，原則上咧，春分之後嘅第一個月圓咧，係離散月14日嚟嘅。春分就係四季嘅計算，月圓咧就係嗰個月曆嘅計算，所以話點解係結合咗？係啊，而且加埋主日喎，咁啊真係一陣先，一陣先。春分月圓咧。是離散月14日，你要記得，是的，這個就重要知道，是那個是猶太人的月節。我們要在猶太人的舊約的月節之後慶祝新的月節，那呢就定了主日。主日是什麼？一週的第一日，一週的第一日，那又結合了週了。即其實週呢其實都係同個月亮有關喎，係嘛？廿八除二再除二啊嘛，月嘅周期 cycle。廿八除四咪得咯，你真係啊，你真係。係啊，除開二咧就由冇到月圓啊嘛。好啦，嗱咁嗱，咁當然啦，後來再發展到夏至。係嘛？夏至就咩啊？聖約翰洗者誕生。因為咧，我應該識微，佢應該係兄弟啦。係嘛？咁點解夏至啊？咁你因為12月25日就耶穌出世，約翰洗者就比佢大幾多月啊？6個月咁啱，6月24日，係啦，24、25咯，係啦。咁雖然咧，咁仲有啊，10月懷胎，佢整個9月23日。9月懷胎係啊，係啊，倒數9個月就係聖約翰洗者受孕咯。同樣呢一、這個。聖誕節是12月25日咧，倒數9個月咧，亦都係3月25日，亦都係聖母領報。聖母領報咯，見到嘛？係啊。但係聖母領報3月25日咧，原則上啊，亦都就係咩啊？春分嚟噶。係啊，春分啊，啊所以都嗰日咧就又話咧，14日啊。點講啊？天主創造天地啊，係嘛？又講咧耶穌死亡復活啊。係啊，啱。好啊，即係話咧。是撞日来的，明白吗？好啦，也都很配合宇宙元素的一个礼仪，叫 Cosmic Elements、啊、不过这个 Cosmic Elements 有，不过是北半球，行穿北半球有效。见得到，用得到，哎呀，感觉得到。好啦，嗱，阿欣，今天天主保佑你啊，最后解决了个问题，为什么明年呢？2025年，嗱，你睇睇个日历啦。系啊，啱。你日历系乜嘢啊？春分啊嘛，搵3月21日或者20日啊嘛。好啊，而家春分咯喎。春分系几时啊？3月啊，21日啦、20日啊，咁样搵啦。系啊，一定系咁噶啦。1582年之后咧，就整理成咁样啦。是啊，好了，春分了，你找吧，3月20日。是啦，3月20日。是啦，那天是，如果是农历，中国的农历来说，那天是初几啊？那天是2月21日。是啦，那要等到月圆呢，就要找到3月15日。3月15日，3月15日。3月15日。应该就是4月12日啊。4月12日。4月12日嘛。3月15日是即是4月12日，那天星期几啊？那天星期六来的。是啦，如果按那个讲法，春分后的首次月圆，4月12日之后的星期六啊嘛。是啊，星期六。那之后那个主日，那咪变咗系四月？点解唔系4月13日咧？咁应该4月13日先过保节噶。但明年唔系。但系原因呢，系中国人嗰个15日。未必是正月圓啊！係啦，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一篇文章，叫做《關於2021年復活節日期嘅疑問》咧。呢條連結喺度啦，當時已經又係即係都發生咁嘅事。係啦，2021年。所以我哋做咗一個
我跟你一起做的这个文章。是啊，咪头先嗰啲1582年都喺度写咗噶啦。嗰度咧解释晒噶。系啦。嗱，而家你睇翻2025年春分后首次月圆咧，应该系4月13。系正月圆啊。正月圆就意思系天文学上高真系嘅月圆。系啦，真系嘅月圆。真系。喺边个地方啊？喺格林威治。嗯，系啦。以嗰度，以往用边度啊？亚历山大桌或者亚历山大港。而家今日用咩？格林威治。嗱，格林威治你去过未啊？格林威治嘅指午线咧，系划定每一个地球每一个地方嘅时区。时区嚟噶嘛？系啊。我企喺嗰边，嗰边咧，原来嗰日咧就系见到4月12。嗯。我走过嚟呢日咧。那段原來是4月11嚟噶，真係咁得意啊！係啊，嗯，好，將個時區分開佢啊嘛，係啊，嚇嗱咁樣講翻啦，原來正月圓，嗯，喺主日嚟噶，係幾多號啊？4月13號嚇，UTC。所以嗰日唔係復活節，係啊，之後嘅主日，即係第二個主日幾多號啊？4月20日係復活主日，係啊。試過咧喺大陸咧，佢哋印嘅時候咧，就按呢個農曆嘅15啊，所以相差咗個禮拜，全體嘅所謂佔禮單咧，要將佢點啊？再印一次咯，就係咁解。不過而家好噶啦，而家咧佢哋已經一連串咧好幾十年嘅都計得到出嚟，係嘛？以往要靠咩啊？亞歷山大港係啊，而家就我哋睇咧，啲人間有一提有一提嗰個354年嗰個日曆有，係啊，有呢啲記錄喎，原來咁嗱，咁大家明啦。所以計復活節咧，係陽曆加陰曆，加埋嗰個叫咩啊？週啊，週點噶？去計噶。好啦，咁因為咁咧，你見到十一頁咧。一个63年礼仪宪章，嘅附录，嘅附录就讲明啦。系啊，教会唔反对。如果大家都赞成嘅话，拣一个额外略一个固定嘅主日。嗱，目前我哋用紧额外略啊嘛，咁咪一个主日咯。有啲人就话噶，明年咧系东方教会同西方教会系同一日过主日。所以咧最好，而且仲系咧325年嘅1700年嘅紀念。系啊，325年咧定逾越節嘅日子嘅計算法，1700年。所以有人咧就鼓勵啦，包括我哋嘅教宗在內啦，埃及教會在內啦，希望咧明年咧。我哋可以揾到一個方法，大家協商啦，共同定一個固定嘅日子去慶祝復活主日。譬如每年嘅4月20。譬如嚇嘅一個主日。譬如20。前後嘅主日可以計到嘅，咁得嘅，咁可以諗嘅。仲有啊，第二咧，大公會議唔反對你唔用呢個叫咩啊？嗱，我留日历，你可以唔用噶噃。系啊，你可以设计到一个永久嘅日历，只要里边系7日为一周，一周之外咧冇任何嘅空日，咁而系连接不断嘅，咁样天主教就唔反对啦。当然，如果有重大嘅理由咧，宗座可以另加考虑。保险晒噶。系啊，即系好愿意，好愿意全球嘅基督徒同一日庆祝复活节。仲有。唔單止係咁，而家我哋嘅額外率都可以改。你可以唔用噶，你可以創新一個日曆。我今日咧都諗過呢個問題噶，可唔可以有一個日曆咧，係好似農曆咁以月嘅？而家我哋嘅陽曆咧，唔係以月噶嘛，你叫佢月啫嘛。叫佢月系啊，
佢根本唔跟月亮噶嘛，三十一日，佢唔跟月亮啊！你叫佢月，勉强叫佢啊！你叫啫嘛，你中国姐叫啫嘛，系嘛？咁英国姐就唔好冇咁嘅谂嘢法噶啦，明嘛？即系嗰个月呢系唔月嘅，如果你个月系月嘅，咁得唔得咧？你用晒。是嘛都得噶，是嘛咁好多谂嘢法，咁呢啲揾啲数学佬咧计计佢啦。好啦，我哋讲咗咁耐咧，俾大家知道，其实而家我哋咧系阴阳合力，合力可以咁讲吓，吓系月亮同太阳，同埋咧，其实你话月又系月，你话阳。你話太陽又係太陽嘅，好啦，咁我哋正話啦，你講啦，十二頁啊，大家睇十二頁咧，就係咧係一個三五四公元三五四年咧，話説羅馬帝國嘅一個日曆呢一個資料咧，呢個師傅 calendar 呢個係啊，咁樣咧呢個咧係國曆嚟噶，羅馬帝國噶嘛，啊國曆係啊，唔係禮儀年，唔係宗教曆。不過喺嗰度已經講啦。咁佢嘅第六個部分咧，就每一個月一版嘅。咁樣咧，左手邊嗰幅圖咧，就係呢一個 December 呢一個月咧嘅一個圖像啊，將佢畫成一個人，好似一個人物咁樣嘅圖像表達。然之後隔離嗰邊咧，你就見由一排到三十一，即係 December 嘅一號到三十一號。咁你會見到咧，25一日咧就寫住。紅色底嗰個字咧，就係無敵太陽神誕啊！即係話應該係話羅馬帝國喺公元354年 December 25號呢一日咧，就係慶祝無敵太陽神誕。咁即係咧，其實咧，佢嘅國曆裏邊咧有好多神誕咯。係啊，咁呢一日作為即係聽日咧，唔係神誕，係聽日九九啊嘛。係啊，係農曆嘅九月九日。重陽節登高，係嘛？咁佢都有咁嘅，不過佢跟住就話啦。你講下低嗰度係咪？係啊，下低嗰度咧就係同一個三五四年嘅羅馬帝國嘅日曆入邊嘅第八部分咧，佢就話咧啊，由佢好得意去排 A.D. 左手邊見到 A.D. 一嗰度咧寫住咧嗰句拉丁文嘅意思咧。就是咧，耶穌基督咧 was born 喺 January 嘅 Calis， 即係第一日之前倒數八日，即係話咧係 January 開始之前八日喺猶大度出世，係啦，寫明猶大嚇。哎，所以咧就呢個成為咗係可以講咧喺羅馬帝國嘅日曆入邊咧。最古老嘅我哋揾到最古老一個記載話耶穌嘅聖誕係喺12月25日嘅資料啦。嚇 ，January 一日倒數八日，係啦，係嘛？好啦，趣味同一個日曆咧，同一個日曆咧，佢列舉咗點啊？係啊，跟住排落去咧，你見到左手邊咧 AD 312啊，嗬，見到咧。其實咧，佢係排緊咧一百年啦。係啊，312嘅復活節嘅日期咧，你見到呢一行嘅最右手邊咧 ，Idus April， 即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四月嘅邊一日？佢排咗一百年咧。排咗，你見到咧去到右手邊最低嗰行係385嘅日子，然之後14頁啊 ，PDF 嘅14頁咧，左手邊係306，一路排到411嘅復活節嘅日期。啊，係啊，亦都應該係即係借助呢一個亞歷山大講啦。嚇，咁優秀嘅天文學，仲有咩？你要記得呢個係354啊嘛。係啊。我哋定嘅時候咧係325嘛。係啊，尼西亞公會議。係啊，咁你就明白啦。係啊。关于复活节嘅日期啊，仲有啊，你睇第15頁，系借你试下暗啦，系啦，一
公元750年的罗马礼书，他第一页呢，第一页居然是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是的，诞生的 Virgil Mars， 是啊，守耶利沙，守耶利沙的土文，是吧？杂土经，是啊，还有，那你就记得呢，原来啊，他以在750年的罗马礼书，他礼仪年历的第一日是什么？圣诞节，圣诞节，圣诞节，吓，当时已经有守耶利沙和下底的子耶利沙啦，是啊，见到的。其实我们应该摆那个落去的，即不知750那个那个守耶利沙啦，或者子耶利沙的祷文呢，是不是这个我们看得翻的？是啦，啱，是吗？我看得翻的，啊，咁就更靓啦，是咪啊？阿欣搵唔到啊？啊，睇下啦，好得得唔得咁得啦？好，十六页嚟到凡尔之后，教会编礼仪日历嘅时候咧，其实有咩根据咧？有咩教会文件嘅根据咧？咁我哋睇到咧，上高嗰个格仔有两个文件啊吓，1969年咧。的禮儀年自動守預，咁下低個連結你可以找到嘅中譯本嚇。咁第二項咧就係呢一個自動守預所頒布嘅1969年嘅禮儀年及日曆總則嘅文件啦。呢個總則好重要嘅。係啊，今日我哋守緊嘅。係啦，所以所有嘢咧有困難嘅時候揾翻呢個總則。嗯。好啦，咁跟住又亦到兩份參考資料啊。係啊，咁就係羅馬教會禮儀年嘅主日、逾節、節日、慶日同埋紀念日嘅安排簡介，係羅神父寫嘅。咁同埋第二篇就係羅馬教會通用禮儀日曆同埋香港教區專用禮儀日曆嘅一覽表嚇。當時我記得咧，仲未曾出到禮儀日曆啊。未啊，咁啊就靠呢啲好簡單嘅資。方法咧，俾人知啦，系啦，容易啲知道，掌握咩又節日啦，又慶日啦，咁樣更加一目了然咯。你知道咧，你享受得更加即係可以話入味啊，入味咯嚇。咁同埋咧，有啲嘢咧應該普及噶，應該普及噶，同我哋嘅信仰有關係。舉例，而家。呢篇文章係啊，都多謝阿羅神父嚇。2019年之後開始，因為 Covid 啊嘛，就喺呢間房入邊啊，嚇就一路寫一路寫，寫咗好多噶。哦，希望有機會有機會出咗佢啦。嗯，好啦，好啦。首先咧，人生有生老病死 ，OK？ 嗯，但係天主咧照顧住每個人噶，所以有七件聖事。嗯，我哋排咗噶入门圣事、洗礼、见证圣餐，呢、这个圣餐咧主嘅餐，一路养育到你翻到天主嗰度噶。咁呢个咧，你进入天主嘅爱情故事里边、然后咧慢慢咧实现喺你嘅婚姻，或者圣职生活，就好似下低嗰幅画噶嘛。系啊，生老病死系啊，揾到你嘅召叫啊，揾到你嘅召叫，好啦。忏悔圣事，忏悔圣事你一生的、病人圣事呢是指向你那个的真的生命呢、进入天国的过程了、好啊，那天主用七件圣事去使我们的生老病死呢、都得到圣化、然后呢我们可以光荣天主的，那这张画都挺漂亮的、即是点讲啊？生老病死啦，咁之后七件圣事嘅亲临啦，系嘛？中间系圣体圣事啦。好啦，咁跟住咧，呢、这个问题又系啦。正话我都了解咗噶啦，春夏秋冬啊，日出日落啊，阴晴圆缺啊，系嘛？宇宙现象吓、啊，明嘅明嘅，唔好迷信咧，呢啲日子得救，呢啲日子唔会使你得救噶，即系唔系呢个日子本身令你得救？唔系，系喺个日子里边，你遇见你嘅爱人，
明白，在这个日子里面你遇见跟天主相会，而这个日子因为跟天主的结相会误会啊，相会误会啊，不是误会，是什么相会都挺好啊，相会这个相会的本身呢 have a date have a date 邂逅是啊，是吗？即是你跟天主的相遇，使到那一日成为你恋爱的日子，这个就是神圣的时刻，所以不是个日子，是在这个时空里面通过圣事，通过祈祷，使这个时刻成为一个什么神圣神圣的时刻。哇，这个很重要的，好了，我们一会再讲啦。咁呢张相好靓啊，欣。系，七件圣事都系会晤基督嘅机会。喺边度啊？春夏秋冬。系啊，人生嘅春夏秋冬。人生嘅春夏秋冬，实实际际嘅春夏秋冬，太阳月亮嘅春夏秋冬都得一啊。好啦。咁啊，二十页啊，呢个我觉得系杰作，系啦系啦，系咪啊？嗯，好啊，大家自己睇咯噃。哇，你啦，廿一页你解释下啦。系啦，只不过即系呢个人生嘅春夏秋冬嘅经历咧，就唔系平面嘅，亦都唔系每年月地达到噶吓，你想达都冇得达噶。我今年74过咗佢就系过。我今年74啦，你叫我翻翻到唔要？是啦，所以呢但是就話亦都話俾我哋聽呢，係有目標㗎嘛。係行到天主嗰度。每年行近啲，每年行近啲。係呀，直至到要見到佢。同佢喺永遠裏面。一齊。喺永遠裏面。係呀，所以禮儀年係好似螺旋嘅樓梯。你越行越高，越行越高，直到到天上嘅。好啦，而家22頁啦。好，你牛心力血嘅欣，你講。这个就是每年我们做的罗马礼礼仪日历，我们会那个先看左手边，我们会看些根据什么书，郑先讲了罗马出的 CLV 出版的拉丁和英文，那这一两年我们都会用 LEV 就是梵蒂冈书店出版的，那下面那个呢就是关于读经，每一日的读经，那就是罗马读经集1981年的。咁右手邊咧就好簡單地咧，就將成個程序咧就講咗出嚟啦。我哋就根據依啲嘅參考書啦，會做咗個初稿。咁做咗個初稿之後咧，我哋就要揾唔同嘅人去做校對啦。咁要校對用。我哋而家用緊嘅主日彌撒感恩祭啦，同埋平日嘅彌撒書校對啲聖經嘅章節同埋經文啦，咁啊仲要咧校對禮儀日同禮規嘅差異啦，同埋咧每年都會再睇一睇成本禮儀日曆嗰啲文字嘅表達。咁當校對咗之後，嗰個初稿咧就出嚟。咁有咩差異咧？我哋就會一齊討論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有兩條link啦，好緊要嘅。係啦，嗰兩條link就好緊要噶啦，佢就會第一條link點解會差異咧？係啦，咁就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咧，就會睇到噶啦。咁我哋會分咗甲乙丙啊、單年啊、雙年啊、固定嘅日期，咁你就會有差異嗰啲咧，我哋都盡都列曬出嚟噶啦。咁第二經文點解會有差異啊？因為好簡單噶咋。因為咧，你用穆加達，編碼就可以出到差異啊，聖榮兩個 number， 好多係聖榮嘅，好多噶，係啊，仲有咧一啲叫做 corrupted text， 譬如話聖榮咧，係咪仲有啲咩嘢？嗰啲智慧文學咧，係咪好多呢啲噶？你要校對得清清楚楚，因為羅馬繼續都用緊穆加達嘅，所以叫 Neo 穆加達，係啊，係嘛？但係都有好多嘅出入，甚至個。斷句之後呢，因為中文呢你不加埋後一句呢，全文就不對後理，都不知道他講緊乜，咁所以呢要加多一兩句啊，或者點啊，咁呢啲呢係需要本地啦去作調整嘅。好啦，
好啦，咁第二條 link 咧就係、是、咧、其實係今年2024年遇到嘅，不過都列曬點解主顯節。就對唔住，主受洗節日間祈禱嗰個聖榮安排係點？因為咧，2024年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因為喺1月8日星期日啊嘛。咁我哋舊年都用咗好花好多心機去揾出嗰、那個點樣計一週一週。係啦，仲有唔單止計一週一週啊，仲有嗰個叫做咩嘢啊？佢聖馬丁啊，唔係聖馬田嗰個日課裏邊咧，好奇怪噶，點解啊？因為以往的四旬期由佢嗰度開始，張林期嘅，係啊，11月啊嘛，係啊，因為有6個禮拜嘅，係啊，唔一定係4個禮拜嘅，係嘛？我哋今日咧羅馬禮係4個禮拜，與聖安博即係話米蘭係6個禮拜嘅，咁你見得到咧，有啲蛛絲痕跡喺度。今日教會仲有啲咁嘅嘢㗎。好啦，最後咧就因為你見到鄭先講嘅羅馬咧。但是一個通用日曆，咁就係所以我哋咧會我哋香港出咧有香港教區嘅專用日曆，咁啊會同秘書長啦、李亮神父溝通同埋確實啦，亦都要同真理學會咧編定啦，同埋印製個 order 嘅 appendix 啦。咁除咗香港教區專用日曆之外咧，同時都係澳門教區嘅專用日曆，所以我哋又要同澳門教區嘅禮儀委員會嘅辦公室保持聯絡。咁多次校對之後咧，排版製作就最後就申請准印，咁就有啲問題解決唔到嘅咧，主教決定。嗯，嚇、啊，好啊，咁嗱、即係所以咧唔容易噶。我哋將呢個過程列出嚟咧，其實我哋都願意多啲教友參與嘅喎，有興趣嘅朋友。是啊，你做到的，是啊，好有興趣的，歡迎你參加這個心耕細作默默耕耘的這個事業、啊、這種服務、啊、很重要的一個過程呢，是有益於大家的了解，有益於大家呢可以貢獻的。好，那我們看下去了，個目錄係咪？請你哋講啦。打開個目錄啦，你就會見到咧，就首先係一批前頭嘅咩序啊、前言啊，咁咧仲有幫手法定節日呢個部分啦。咁然之後下低咧，有好多拉白數目字嘅頁碼開始排啦嚇。咁樣咧都係前面一啲嘅總則啊、注意事項啊等等啦。呢啲好重要㗎。係啊。咁即係就係嗰個基礎，係個安排上高嘅一啲重要嘅基礎嚟嘅。咁至到右手邊咧，28頁先至開始係呢一個日曆嘅部分。即每一日啦，係啦，每一日啦，每日啦。咁啊就分節期啦，張林期、聖誕期啊、主顯後常年期啊、四旬期、聖週復活期、聖神降臨後嘅常年期，然之後咧到常年期嘅尾咧就係、是、到張林期啦嘛，係。下一個張林期啊！每一個節期有啲咩規定啊、建議啊，有曬呢度噶，好清晰嘅教會。係、啊、所以連插唔插花啊、彈唔彈琴都有噶。好啦，所以咧，嗱，而家咧，我哋今日進入啦24頁，呢、這個好緊要、嗯，因為禮儀日咧有啲通則噶、嗯，有啲嚴重噶。最嚴重的有些沒那麼嚴重的，是吧？你去看看了，是最嚴重的是什麼？主日，主日，主日，是這裡呢，第二號，教會在一週的第一日慶祝主基督死而復活的逾越奧，即稱為主的日子或者主日，是由中徒們傳承下來，源自於基督的復活。所以呢，主日既是最原始的慶節，應該被視為所有慶節之首。所以不要立亂呢，被一些東西掩蓋了它。沒有傳教主日的，是主日，主日。我特別為傳教這個使命呢去祈禱反省。沒有航海主日的，主日就是主日。我特別關心呢海員啊、航海得冇教育主日噶，有未啊？主日，我哋為特別為教育祈禱，呢、這個可以噶。所以呢，
主日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日子，我们藉着主的餐与他相遇，是主的餐。好了，继续跟着再排下去，才是按隆重性，就是节日，跟着是庆日，跟着是纪念日，跟着的上面期星期六，跟着是平日，跟着再有一个、特别的祈祷日、啊、或者圣贵斋期，这些方法即没事的。四季的病症，四季的忏悔，四季的特别祈祷，所以应该一年有四次备证啊。嗯，咁啊，咁呢度喺第三个福禄就睇到啦。系啊，嗱，你睇睇，主日系第一嘅。嗯，第一嘅。系咁节日咧，偶然有啲节日咧，吓、都可以咧喺主日里边咧上得益仗嘅。喺、上年期嘅主嘅节日系啦，系嘛？主嘅庆日。可以喺主日嘅、好啦，咁你大家自己睇咯噃。系啦，嗱呢个优次嚟嘅，优次。譬如话纪念日都有两种噶，必行一种必行嘅，一种系点啊？自由，自由嘅系嘛？即系让大家有好多选择噶。好啦，跟住咯，唔该。25页呢就是了，你了解刚才那个通则之后呢，你就会排跟得到教会所安排的礼仪日优次表了，是了，即是节日啦、庆日啦、纪念日啦、平日啦，没错了。好了，那跟着呢有个表列啦，系啦，就系将嗰啲诶刚才讲嘅日子咧，就排出嚟咧，边啲日子系可以举行任选弥撒嘅？咁任选嘅咧，任选一系咩啊？任选一咧，嗱，隔篱嗰个诶说明嗰度咧，就系典礼弥撒同埋咩叫典礼弥撒？有圣事举行啦。譬如举例咧，圣神父啦，圣主执事啦，圣主教啦，或者圣结婚啦，系啦。舉行婚禮禮殺啦，等等啊，係啦。好啦，仲有咧，如有嚴重需要或者牧靈神蹟，由教區教長即係主教指令或者許可之後所舉行嘅求恩或者敬禮禮殺，即係由主教整個教區咁樣指明嘅。係啦。好啦，咁仲任意係乜啦？就係如果係真正嘅牧靈需要啦，由堂區主任或者主祭本人裁定所舉行嘅求恩或者敬禮禮殺。即係譬如舉一句例。有些人说、我要即手签礼录啊，什么的耶稣圣心第一个星期五敬礼弥撒来是这样，好了，又或者任三了，是的，就是为教友的虔诚由主祭所选的求恩弥撒或者敬礼弥撒，是的，我只是说那些都可以的。好了，那还有什么啊？第二类的任选弥撒就是涉及亡者的了，是的、有三类的亡者弥撒，第一类是什么？殡葬弥撒，即是怎样？送灵柩的弥撒，送殡的弥撒，是的，殡葬弥撒，是的，是出殡那天的，是殡葬礼里面的，是的。好，第二呢？第二叫做丧礼追思弥撒，例如是包括接到逝世消息之后嘅開嘅第一台嚟殺，即係聽日我哋有好多啦，新亡者嚟殺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安葬日嘅嚟殺，但係葬禮可能唔喺聖堂，但係咧就唔係啊！有時咧個殯葬禮舉行完咗，係啦，但係個遺體未曾安葬㗎，佢擲日點解擲日啊？有啲親友未嚟到啊，係啦，或者而家咧好多咧就係做咗大體老師啊，咁樣翻到嚟啦，翻聖堂舉行嚟殺，個安葬嗰日係啦。咁同埋咧，就係逝世，例如一周年嘅衰斯嚟曬，因為好接近個葬禮，所以都屬於司儀喪禮追思嚟曬。係啦，冇錯啊。係啦，咁另外第三類司三咧，就係平日嘅追思嚟曬，就係喪禮完成咗噶啦。係再啊，即係你再紀念佢嘅啫，再紀念佢。有啲人每個月嘅十三號，因為點解嗰日咧係佢嘅亡者的日子，咁你已经过晒呢个所谓葬礼噶啦，佢只不过咧每个月十三号都想为佢献一台弥撒，或者咧做个祈祷咁都得嘅。好啦，咁咩叫做得唔得咧？
咁有個表啦。係啦，即係分啲按呢個嚴重性咧嚟到話俾你知，任一、任二、任三、C 一、C 二、C 三可唔可以舉行嘅？嗱，呢啲咧只不過係協調一下咧，你對嗰個日子咧點樣用法嘅啫。啊，好啊，唔該。好啦，而家我哋睇啦，27页。哇，呢、這个严重啊！你讲啊，我哋咧都将天主教法典啊吓，1246至1248条咧，关于庆节嘅指示咧提出嚟嘅吓。咁1246条嘅一项咧，佢都话都同样系咁讲嘅，即系庆祝逾越奥迹嘅主日，按中途传统咧，应该喺教会内首先奉为当守嘅法定庆。即系你唔可以唔守。是啊，全世界都要守，你都要守。是啊，该望全离散，啱系咪？仲要停八公。好，继续系啦。咁然后跟住佢话咧，同样当遵守嘅咧，就系有主基督嘅圣诞节啦，主显节、升天节、基哇圣体圣血节、天主之母节、圣母无玷始胎节、圣母升天、圣若瑟节、圣伯多禄及圣保禄、中途主圣节，咁多日都可以定为当守瞻礼嘅。诶。點解我唔使咁參加咁多台嘅？原來咧，香港嗱隔離紅色嗰格啊，香港教區咧就將就話咧，當守法定節日咧係所有主日，同埋12月25日耶穌聖誕節。因為咧喺法典裏邊，1246第二項咧得到教宗宗作嘅批准咧，係可以咧。將某啲當守嘅節日取消或者移到主日，係啦。譬如香港咧，就將呢一個主顯節、耶穌升天節同基督聖體聖血節咧移到去主日慶祝，等大家都可以參加到啊。係啦，係啦。咁而咧就其他嗰啲咧，就譬如呢一個澳門教區，係啦，澳門教區咧就將聖母無玷始胎啦。同埋1月1日天主之母节咧，都定埋做当守瞻礼啦。啊，香港就唔使嘅。系啦。好啦，咪明白啦。咁啊，1247讲咩啊？就系话主日同埋当守法定节日咧，信徒有责任参与弥撒啦。你头先提我嗰啲啦，同埋咧应该停止有碍于敬礼天主同埋主日子嘅喜乐或者心灵同肉身休闲嘅工作同业务。即系话应该要休息噶。系啊，应该要休息。休息噶，即系细路仔唔应该补习噶。学校唔应该嗰日考试噶，特别系天主教学校啊！你喺嗰日咧，妨碍啲细路仔参加主日学，妨碍啲细路仔参加主日弥撒，你仲叫自己做天主教学校？你犯大罪噶！犯呢个法典嚟啫，你要向阿周书记告解噶。啱啱立坏榜样啊！G， 唔系读天主教学校做咩？所以咧，嗰啲校长啊，嗰啲老师啊，唔系因为有星期日你出多啲功课俾佢做啊，啲阿妈、阿爸唔系因为有主日，所以逼啲细路仔做多啲兴趣班，为咗使佢唔能够参加弥撒啊。所以我堂区点噶？我哋个主日学讲到明点啊？我哋因为星期六嚟噶，所以唔应该有补习班，唔应该有兴趣班。爸爸妈妈要陪细路仔一齐参加弥撒，让佢哋过一个开心嘅主日。好啦，咁就系法典呢一条讲嘅啱。好啦，咁你跟住睇埋1248条咯，一行，无论喺庆节本日或者前一日晚上，因为我哋咧计算咧系由按犹太人嘅做法，日落之后开始算作第二日嘅啦，过了晚上，过了早晨，系啊，系啦，咁所以前一日晚上。參加任何地方舉行的天主教禮彌撒者，就滿全參與彌撒的戒命。無論什麼彌撒，不是無論什麼彌撒，你要記得，他說天主教禮儀的彌撒就可以，因為我們有什麼？Maroni
有 Cadian Rye、Cerro Malabar， 仲有乜嘢 Vincentian， 仲有乜嘢啊？仲有咧呢個 Coptic 係嘛？咁然之後仲有乜嘢 ？Ethiopian， 然之後仲有去到羅馬七個禮式，嗯，任何一個禮式嘅嚟曬，係咪一定要相同嗰篇讀經？啊，唔係㗎，唔係㗎，羅馬禮完全相同。罗马礼完全的程序一样。昨日在这个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他就用马云礼的礼仪了。见到吗？所以呢，只要是在主日参加任何礼式的天主教的弥撒，就守了主日的。是啦，这就是法典。即是说主是弥撒的本身，主的餐造成了什么？主日，造成了主日了。是吗？譬如我举一个例啊，那天呢是常年期的主日，那么现在祝圣主教、哦嗯、可以用祝圣主教的礼仪的啦。那你祝圣主教的弥撒就是守了主日的本分了。清楚的啦，清楚。祝圣圣堂呢都得，当然啦。婚礼呢得，任何一个任何一台天主教的弥撒啦。啊，固然啦，你话，哎呀，复活节主日喎、啊，行婚礼喎、啊，因为可唔可以举行典礼弥撒嘅问题？你可以唔使举行典礼弥撒，你找我做得噶啦。我试过噶啦，用复活节嘅弥撒系啊，去举行婚礼咯。系啊，得噶，有咩问题？系咪有咩问题啫？你识得串通噶嘛？即系融会贯通啊！我唔系话串通啊，你明吗？所以系得噶，可能噶。咁你同埋你都可以个婚礼可以有唔同嘅日子噶嘛？系嘛？你知道呢，我哋只有兩日係唔可以行婚禮，邊兩日？聖週五、聖週六，婚禮離散。係啊，佢話點啊？聖週五同聖週六，禁絕對禁止。係啊，第五項。係咪啊？絕對禁止喺聖週五、聖週六舉行婚禮。得啦，婚禮都冇。係啦。婚禮都冇。係啊。係嘛？嗯。咁得啊，咁啊清楚嘅，所以呢本書好重要啊。有次疑惑的时候你就去点啊？不是一本通书看到路啊，而是教会提供了一些这么丰富的内容，你自己去看去协调啊。因为教会愿意大家知道的。他不是想收埋，他想大家。你要去读神学才可以知道的。咁咪有得傾下咯！而家我哋睇埋第1248條嘅二項啊，都有仲有關係嘅嚇。佢話如果係因為缺乏聖職人員或者其他重大原因，唔能夠參與感恩祭嚇，咁樣咧係教會係懇切希望信友參加喺本堂區或者其他聖所依教區主教規定所舉行嘅聖道禮儀。或者個人以相當時間做祈禱，或者在屋企祈禱，或者斟酌情形咧幾個家庭團聚祈禱，即是話咧守主日係首要嘅，咁重要嚇。如果你冇神父咧，嚇冇神父唔係你嘅錯，咁樣你就盡量安排一起祈禱。我喺大陸叫通工，係啦，通工，通工，通工，係啦，幾個家庭冇一條村號，嗯、我哋一起祈禱。如果能够读圣经一定要读啦，因为圣经你个个都识字啦，唔系唔识字噶。不过啲神父系尽量使你唔明白圣经啫嘛。点解啊？而家香港好多堂区又唔印俾你，净系打个 PowerPoint， 跟住就点啊烟消云散，教友想睇翻都睇唔到。咁你話好彩有啲 Apps 係咩？我靈讚重主啊，或者嗰啲叫做乜嘢啊？例如小百科，例如小百科，
大家争气啲啦。因为点解啊？礼仪宪章讲到明，礼仪嘅精神系要所有人有意识嘅、主动嘅、实惠嘅参与。你哋啲神父系想你唔参与，啊唔系，系唐居。咁我讲埋先啦吓。所以呢条好重要，通工啊，系啊，通工啊。咁点做呢？其实咧喺1988年咧，圣礼部咧就真系颁布咗一个文件咧，就系司铎不能出席时嘅主日庆典嘅指引嘅。咁而实际上嗰点做咧，就系、是、有一式叫做司铎不能出席时嘅主日礼仪啊。咁呢两条系本地编嘅，系啊，按呢一个按圣礼部教会嘅指引编噶，编每个地方嘅。系啦，咁所以咧呢度都话俾我哋听咧。即係主日咧，同埋教會嘅慶節咧，就係有佢相當嘅重要性嘅。係守節、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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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習啊！考試啊！哎呀，好興啊，好興啊！飲水啊！好，而家你講猶太人嘅安息日，翻返去睇啊，嚟自詩歌聖經詞典啊，即係已經誒幫我哋做咗一啲整理啊。安息日呢個字咧，係去到源於希伯來文嘅啊 Sabbath 呢個字啦嚇，咁停止、止息咁解，咁樣就正如創世紀話咧，天主用七日創造。呢個係教歷嚟嘅。嗯，教歷啊，宗教上高嘅意義嚇，咁樣。但係後來咧都成為咗咧，佢哋嘅國歷嚟嘅喎。點解？佢哋一定守噶 Sabbath 啊嘛。係啊。keep holy the Sabbath day 嘛，系啦，好啦，咁呢度下低嗰幅图咧就系睇见啦吓。佢哋食边包嘛？系啊，边包，因为安息日嗰日唔煮得嘢食，所以做安息日嘅餐之前咧，就做定一个大啲嘅包，够食两日嘅。咁啊点蜡烛啦，同埋咧饮酒，饮酒啦，庆祝好啦。好啦，咁安息嘅起源啊，系啊，咁样咧都系其实咧都有机会咧追溯到咧系。啊，月系啦，其实咧，甚至系啦，甚至应该系话咧，系啊，十四十五咁样，三十页，阿摩斯时代啊，系啦，北国阿摩斯、欧塞亚啲北国嘅先知吓，冲军亚述之前嘅时候咧，都会有啲记载咧，系讲月朔几时才过去啊，将安息日咧系等同月朔，可能当时咧就系初一十五嘅啫，系啦。新月同埋月圆嘅月吓，所以未必咧七日噶。冇错啦，呢个最可能喺圣经揾到最古老嘅系十五日。好，咁我哋继续咯噃。系啦，咁至于呢一个七日嘅做法咧，就其实咧都好估计咧系充军之后去过巴比伦，参考咗当地嘅做法，然之后翻翻嚟咧写出。创世纪先至话咧，天主以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休息。两个版本嚟噶，系啦，出谷记二十章嗰个版本咧就话咧，天主用六日创造天地，咁第七日休息，所以你都要休息。我一定休息噶，系啦。咁另外咧，嗱，我留意一下隔篱蓝色嗰度咧，生命记嗰个版本就话咧，你做个奴隶，系啦。所以而家天主拯救你。你唔再係奴隸啦，咁安息日咧係慶祝自由嘅日子嚟嘅。係啊，所以連阿牛啊、驢啊、驢啊都唔準做嘢啊嘛。係你嘅外方外邦人啊，係啊，係嘛？係啊，好啦，咁呢個咧就成為咗咧一個咁樣嘅，你唔做嘢嗰日就係紀念咧，天主創造你，你揾翻自己啦。不要迷失自己啊！你得到自由啊！不要营营役役，系嘛？做奴隶啊！好啦，咁咧32页啦，咪 Mesopotamia 嘅环境系啦，所谓嘅可能苏美尔啊、阿加德啊呢啲痕迹咧，好啦，睇33页开始啦。有一个泥板咧。個年份咧，大概係公元前1792至1750之間嘅嚇。咁即係話咧，亞伯郎時代嘅。係啦，咁啊呢篇佢稱為咧《Enuma Elisha》係美索不達米亞嘅一個創造史詩嚟嘅嚇。咁啊，泥板上高刻嗰啲係
Canadian 嚟嘅，阿加德文啊嚇。咁佢入邊咧嗱，多謝思高聖經學會咧，就喺譯曬出嚟咧。係啊，即係以前喺、我喺美國只能夠睇英文版啦，自己好辛苦。你唔應該睇中文噶。我好似唔知道有喎，即係你唔知應該知噶，所以詩歌學會翻譯出嚟都係錯的。我仲以為自己要搞添嚇，咁樣咧，真係呢個例話就你諗下咧，佢連邊啲地方同聖經好接近嘅咧，都列出嚟。你點解釋？而家我哋應該普及佢，明白？多謝詩歌學會啊！係啊。咁啊嗱，喺35页嗰度咧，黃色嘅第五版咧，你都睇到咧，喺呢個泥板上高咧都提及咧，係規定咗年同埋從中分成各部分，有12个月份，固定咗3个星宿等等啊嚇。咁樣咧提供到呢一啲線索咧，都提考慮，即係話俾我哋知，美索不達米亞咧有呢一啲咁樣嘅記載。有可能影響咗聖經嘅成文嚇，都影響咗今日我哋嘅生活。係啊，直接嚟到今日，係啦，啊第七日就可以，係嘛？係啦，休息。係啦，好啦，好啦，喂，咁咧，我哋而家立即跳啦，三十九啦，由安息日去到基督徒嘅主日。你講啊，我冇氣啦。咁都系多谢你写咁短写咗出嚟吓。主日喺礼仪中，礼仪年当中系占有首要地位吓。虽然以一周七日循环不息咁，你要多谢 Covid。都系多谢 Covid， 多谢系啦。咁样咧，谂下咧，其实咧，基督徒咧喺新约嘅时代咧。就記載了一周的第一日，咁其實是一個創造的詞彙喎。安息日一個，第七日之後嗰一日，一周的第一日，創造天地的一日，係嘛？天主創造新的我啊，係啊，天主創造了新的世界啊，新世界，所以一周第一日好緊要㗎。係啊，嗰日發生了好多事啊。嗱、特別是咧，基督徒在呢一日慶祝同紀念基督的復活。是啊，仲有啊，嗰度系第八个第八日，但系对唔住，第八日嚟。七加一八啊嘛。约望福音就讲八日。系啊，超越时空。超越时空，进入永恒。系啊。系啊，咁所以系主嘅日子嘅预常啊。预常啊。见到主嘅日子吓、啊，主要翻嚟嘅日子吓、啊，咁再加埋咧，仲有一个。圣神降临就第八个第八日啦。系啦、啊，咁样咧。就是这些这么多新有这么多记载，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一个词汇叫做真的叫做主日的。麦斯洛。是啦，一章十节就已经。因为那天我遇到复活，就是你生日。是啊。为什么你生日那天？因为那天你必出来，就是你那天出现在世界嘛。那我就叫你生日咯。为什么叫主日啊？因为那天你遇到天主，那天就叫主日咯。是啊，这个是保禄中途面对外邦人的时候，将即係猶太化嘅名叫一週嘅第一，即係有猶太背景個名叫一週嘅第一天。咁而猶太人做基督徒嗰日做咩咧？擘餅。咁但係呢兩個名詞會咧，去到面對向外邦人宣講嘅時候咧，都有啲困難啦。所以佢叫嗰個餐係主日餐。咁呢一日叫主日，做咩咧？就見到復活嘅主。係啊，呢個係非常重要㗎。所以你睇下40页啊，阿馬烏兩個門徒。是咯，做咩咧？就喺麦饼当中认出复活嘅主。呢度再一次讲啊，日子本身唔系黄道吉日，红色嘅啦吓，系发生嘅事使佢有意思。见到嘛？吓，正月有出生先至有生日，咁有主嘅餐先至造成同复活嘅主会晤嘅神圣时刻。你嗱、好精彩一样。有一年我生日，冇人同我庆祝，系正日冇人同我庆祝。咁我于是揾啲职员啦，同我食饭，个个职员都话我冇时间，即系我嘅生命咧，为佢哋冇意义嘅。所以嗰日唔系我生日。你明白吗？即是所有的老人家，没仔没女的，
明嘛 ，Ernest， 係嘛，冇仔冇女，佢嘅生日有冇意思咧？好傷心啊！因為點解啊？原來佢嘅存在呢？咁幾時係生日啊？有人請我食生日蛋糕嗰日，我咪生日咯。咁你咁恨食生日蛋糕，唔係個生日蛋糕，喺你同我嘅關係，你同我嘅關係，明白？你同我嘅關係，唔食生日蛋糕噶，一粒糖都得啊，打個電話問候下都得啊。係啊，需要有煮嘅餐。我一日咪住日咯。如果你咁樣諗落去咧，今日可以發展噶。如果有個地區，有個地區根本現在我哋講嘅咧，所謂第七日，佢哋冇可能噶，完全冇可能噶。咁嗰日佢舉行住嘅餐，咪住日咯。我大陸遇見噶啦。冇神父开弥撒，冇神父开弥撒，冇啊！咁所以有神父过咧，佢冇理嗰日系咩日，就通知大家一齐嚟灵性体啦。嗰日呢个就系佢哋难得有嘅一个主日。咁你话第七日咧，咁冇法子啦，通工啦。大家明啊嘛，系难过噶。好啦。唔該，繼續啦，攞啦。咁跟住咧，我哋好早期1950年啊，係啊，中途時代之後啊，1950年咧，由斯定咧已經有呢個主日嘅記載嚇。即係太陽日，因為佢喺羅馬寫嘅。係啊，寫俾羅馬皇帝講，介紹基督徒嘅生活啊嚇。咁四十一頁咧，呢度係啦，太陽日。即係新地啊嘛！佢哋點啊？聚埋一齊。係啦，仲讀中途嘅記載先知嘅著作，咁跟住主席教導同勉勵信眾，咁樣做。一齊祈禱。一齊講道啦嚇，然之後我一齊祈禱嚇，然之後彼此親吻呢個時候。即係祝平安啦。係啦。跟住又點啊？遞上餅。獻上禮品。係啦，咁啊已經離開咗個正式嘅餐，而係象徵式嘅餐啦喎。一個聖餐啊。係啦，咁啊主席啦。就獻上感恩啦，為啲餅酒，就稱為今日嘅感恩經啦。大家高聲回答啊嘛，係啊，嚇咁跟住咧就分俾啊，由執事咧將祝謝咗嘅餅同埋酒分俾大家嘅啦，係啦，亦都分俾送俾啲唔在場嘅，係即係送病人聖體啊。跟住咧就係、是、收集捐獻咧，援助所有有需要嘅人啊。即係咧咩？中途大事錄所講嘅，一切皆歸功用，專心聽取中途嘅訓悔，時常團聚、擘餅、祈禱，一切皆歸功用，係啦，都係呢個模式係非常之清楚嘅，係嘛？仲有一個記載好靚㗎，接落去仲有㗎，67節嗰度話每一個太陽日，我哋聚在一起，因為呢一日係第一日。緊接猶太人安息日之後，但係亦都係第一日。喺呢一日，天主從黑暗中引出物質，創造天地啊！所以主日一就第一日嘛。係啦，又喺同一日，耶穌基督我哋嘅救主自死者中復活，同埋顯現俾門徒。包括每一個太陽日咧，喺基督徒嘅聚會入邊咧，主顯現俾我哋。藉住咩啊？聖言。接住聖體，不斷見到服務嘅主啊！阿馬烏，好啦，咁而家咧33年咧，升平之後嗱，息日你要記得喎，羅馬人咧，唔係7日一週喎，係啊，係8日噶嘛，係啊 ，constant 先至開始啊，而且咧，佢哋冇乜休息唔休息日噶，係啊，日日都做。勞動等等。咁於是呢，係去到幾多年啊？第45頁嗰度咧，321年啊。三二唔係第一次嘅，所以尼西亞大公會議。OK。三二三一三一就教會升平啦。係啦。升平啊之後嘅9年。係啦。咁樣咧，君士坦丁咧就話咧，禁止喺新地。
去呢一個誒個 setting of course 啊，同埋嗰啲啊，最重要咧係嗰一年咧，係啊，佢開始喺羅馬實現咧一個禮拜咧七日，七日係啦，一個禮拜七日，嗯，而以太陽日做第一日，嗯啱，而太陽日嗰一日咧，大家就唔好做啦，一啲點講啊，唔需要嘅嘢啦，係啦。可以講唔好辦公啊！嚇，唔好辦公，停工係啦。不過咁，嗰啲勞作人咧，你繼續可以勞作。係啊，勞作啊，農夫啊，郊區嗰啲咧，仲可以繼續嘅。啊，即但係咧，基本上咧，就大家都休息。係啦，嚇，因為佢要方便人聚會啊嘛。嗯，嗱，你要記低啊，太陽日嗰日咧，本來係翻緊工噶。在1150年嗰日咧，係啊，大家都要點啊？翻工㗎，係神早就離撒之後，跟住繼續翻工㗎嘛，啊，繼續工作，係嘛？嗯，要做乜就繼續做嘅。一週第一日要翻工㗎，嗯，直至到三二一年，係啦，開始嚇，係啦。然之後其實都分階段嘅喎，我哋睇下低咧，368年咧有第二個階段咧，就唔俾收税啦，唔俾收債啊，冇追債啊，嚇，冇做埋曬啲唔知點講啊！唔需要嘅 entertainment 啦，係啦，咁啊嗰個係可能係啦，就368年或者另一個講法係425年啦，所以分階段咁樣去。係啦，好，而家咧立即睇，要你問答。第一條規定咩啊？聖教四規嘅第一條啊，凡主日及一種停工瞻禮日，該忘全離撒。點樣叫做守呢條規矩啊？嚇，就每主日要當守瞻禮咯，忘全離撒同埋停白工。咩叫忘全離撒？咁咪由頭望到尾。由頭又到望為尾啦。係啊，係啊，我細個讀要你問答都係咁教噶。停白工啊？係啊。如果唔停白工要點啊？有冇罪啊？有罪啊嘛，166嚇。但係如果有正當嘅緣故咧，就求本堂神父寬免啦。真的有人，我老闆要我開工，啊，那你就沒法子啦，嗯，那就罰你老闆啦，嗯，如果那些子女說我沒法子參加離撒，媽要我去補習，那你罰你媽啦，你呢又會做個補贖就回去扭計，扭什麼計啊？他媽帶你來參加離撒，小孩子應該扭計啊，嗯，应该扭喺张床度跳，阿妈够钟去离撒，够钟去离撒。咁你唔单止冇罪，仲要立功，嗯，因为你救翻你阿妈。系啊，系啊，系啱，啱噶，啱噶。嗯，你细个唔系咁嘅咩？我细个婆婆咧用条湿毛巾抹我个面，等我醒咗。咁佢離撒啦，夠鐘啊！唔好要天主等啊！你冇咁大，要天主等你啊！係啊，所以多謝我婆婆啊！嗯，停白工啊，明嘛？今日唔係咁咧。係啊。好啦，如果無緣無故唔參加離撒點啊？有大罪167。好啦，168条咧，除咗望弥撒之外，仲有乜嘢当行嘅善功咧？就要做啲慈善嘅事，热心嘅神功，例如咧圣体参加圣体降福，听道理讲解问答，学习经文等等。我细个系咁噶，嗯，细个系咁噶，系啊，我都笑。朝早弥撒，咁啊，下昼咧神父就会开会2点钟，咁啊踢下波啊咁，跟住咧。即係一路至到咧3点钟咧，仲有聖體降福，聖體降福連埋晚課，咁啊翻屋企啦。嗯，係啦。誒，神鬼聖堂講道理㗎，時代唔同，但係都有時代嘅一個點講準則嘅。你可以諗下，而家不限於主日㗎啦，仲有要諗一諗。今日嘅人真係冇法子星期日㗎啦。嗯。咁會唔會有個時間俾佢參加離撒？嗯。喺呢個啊，第日定第七日。47页嗰度你都寫咗喎嚇。邊度啊？關於主日嘅反省啊，真係。係啊。係啊。嗱，呢一段47页咧，
有一樣嘢噶。嗯。宗教改革嘅時候咧，嗯，係啱啱咧，你知道到十五世紀先有印刷術。嗯。慢慢聖經先至普及，因為翻譯啦，由呢個拉丁文啊，翻譯做德文啊，其他文字。係。咁人咧開始咧都多啲讀書啦。咁所以咧，由聖經咧講道啊等等咧，使到人嘅悔改咧係比較點講啊？一種嘅提醒啦，同埋都有一種嘅滋養啦。所以喺改革嘅時候咧，真係好多好重視講道。咁所以到今日有啲新教嘅講道係佔好長時間㗎，45分鐘㗎，或者更長㗎。咁咧就因為呢個聖餐咧用拉丁，你根本都唔明做乜，做乜鬼？咁講道好過做埋啲唔知做乜嘢嘅嘢啦。所以佢哋冇咯。咁結果一年得幾次㗎咋？咁到梵二之後啦。梵二都是天主教会首创的历史上首创三年的循环读经，是目标就是丰富这个圣经的选读，让教友吸取圣经的宝库，是主动的，嗯，实惠的，的有意识 的不过浪费的，不過咧，不過咁有效冇效都有效，所以今日咧，你咪可以，欣你咪可以啊，阿媽 Anders 可以咯，多謝欣都得啊，啱啊，但係啲僆仔識得邊個叫欣布德？欣布德都唔想你識佢，要你好好地睇聖經。咁咧，亦都的確係咁。影響的不單止天主教會，聖公宗、信義宗一些大的宗派都參考啦，還成所謂三代經課啦。係咯，原來就真係天主教所講的梵二之後的三年主日讀經的三年循環。仲有啊，仲有喺呢個禮儀的更新當中咧，佢哋都開始意識到咧係主嘅餐造成主日，所以很多教會呢都舉行了主日的主的餐了。好了，今天呢這些反省呢，大家自己看吧，自己想吧。我已經講了很多，我們貼近人的生活啦，一個教友真的沒法子，他星期六日是不可以參加禮實，知道為什麼？因為他老婆炸了營了，扎曬營，好辛苦啊！佢靠我哋星期五中午嘅禮撒咧，去維持佢嘅信仰嘅，亦都有啲人咧，星期六日真係唔得，因為工人放假，佢要照顧住老人家，好多困難。好啦，仲有啊，唔单止咁，我哋点样使个弥撒呢能够唔好老生常谈呢个祭台度呢喺度唱高调。上个礼拜讲婚姻，有几多人婚姻遇到好多困难问题，唔系净系结婚后有问题。結婚前啊，在男女的相處裏面都出現不少的困難，互相的欺騙，彼此的剝削，濫交，我們要怎樣陪伴著他們成長，甚至失婚又怎樣呢？不用做人嗎？我怎樣陪著他走他人生這些挫折呢？值得想啦，好啦，唔该你讲啦。
天主教教你講啊，係啦，呢啲自己翻去睇啦。係啦，都係重提呢一個傳統啦嚇。主日係主嘅餐做成主日啊，主嘅餐係主日嘅中心嚇。誒、哎，我哋有本書啊，主的日子書啊。係啦，冇錯，係約望保祿二世嘅。係啊。啊！記得啊！都係一個主日嘅一個反省嚟嘅，好、啊、重要嘅牧靈反省嚟嘅、啊、所以大家有條 link 撳入去啦，撳入去。喺第四四日七頁嗰度 link 嘅 link 佢。冇錯，係啦。好啦，呢啲係天主教教你講嘅。係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又到咗咧四十九頁咯噃。係啦，咁樣團聚團聚聽取中途嘅憤悔參與感恩祭咧，呢啲都係一個主日嘅重要元素嚟嘅。咁其實咧，禮儀獻章都係咁重提嘅。好啦，咁啊到咗四十九啦，啊唔係喎，五十頁咯噃。嗱，基督親臨咧喺聖言當中，喺教會嘅祈禱當中，喺窮人當中，喺聖事當中，同埋聖職人員身上嚇。所以而家已經係講緊五個親臨嚇。好啦，跟住五十一頁咧，聖言同埋主嘅餐同埋。與普世教會的連結咧，係呢個主日的重要面貌嚟。因為我哋去到邊讀羅馬嚟嘅咧，統一地讀一樣嘅讀經，統一地做一個一樣嘅祈禱嘅。係啊，好啊，呢一種一致啊，分享有好多祈禱下。咁五十二頁啦，係啦，就係翻完之後讀平日嘅咩啦，單雙數年啊等等，靈性血啊。哎呀，杨正义啊，你做乜死啫？好啦，咁咧，然之后到五十三页啦。系啦，咁样咧，主日啦，主嘅日子咧，举行感恩祭嘅主要日子吓，基督复活嘅日子，亦都系家庭团聚，亦都系欢乐休假嘅日子。好啦，嗱，呢个好紧要，难得同屋企人齐齐整整参加弥撒。當然你每日都應該一起祈禱的，不是只是播些音樂啊，講些故事啊，播些教會音樂他聽，陶冶他性情，講些聖經故事他聽，跟他一起祈禱，你跟他一起拖住手祈禱，你都要跟他一起懺悔。好了，那這個星期日呢，有個歡聚的日子和家庭Family Day， 這個 Family Day 在哪裡開始？聖堂開始。咁五十四頁嗰度列出啦，主日的元素咧，聖言、主的餐、教會同埋家庭。好啦，安息日的圓滿意義。係啊，咁喺主的日子度圓滿嘅。係啦，咁大家自己睇得啦。係啦，係啦。最緊要係第八日，點解？永恆。象徵永恆嚇，我哋嘅人生要走向個目標，嗯，唔係周而復始嘅主日，係一個永恆嘅主日出現啊！第幾頁啊？五啊七頁啦嚇，咁呢個主日嘅呢一個名咧，都係提醒係主嘅日子嚇，咁表示咧呢一個主審判嘅日子來臨啊，係啊，於是就係邁向新天新地。有一日我要天国参与天上的筵席啊！呢个咧，满怀希望，真的要好小心。设计圣堂唔系做，即系设计圣堂需要神学，需要礼学，需要灵修，需要艺术，需要好多嘅合作噶。我又讲啊，呢间圣堂咧，个玻璃有几多个人啊？耶稣加十六，加埋耶稣十七，系啊，加埋耶稣十七，点解十六？十二加四，点解要加四？东南西北，即系所有人都嚟晒。当时电话中，嗯 ，system 嘅紧张啊，同我讨论嘅，仲有耶稣揸咩嘢？杯，因为呢个系咩啊？永恒嘅福，系啊。要去天国饮胜啊嘛，好啦，呢、哎、种末世观啊，真系。咁呢个咧，五十九页都系啦。系啦。好啦，咁啊，渴望永生啊。系啊。系。嗱，唔可以离开穷人。六十页。嗱，我又真系唔明噶，因点解要翻嚟守祭呢？要着通花。
要个祭台摆翻六支蜡烛，摆个大十字架。明明嗰张台唔系咁噶，边条礼规话要咁呢？今后若望点讲啊？唔系祭台上嘅耶稣需要金沙锦箭，而系穷人需要衣服啊！唔系祭台上嘅耶稣需要呢啲金碧辉煌嘅圣像啊！亦穷人冇嘢食啊！系啊，就系、是、呢一段六十页呢度个金口正有望呢句说话吓。你品尝咗主嘅血，但系冇认出你嘅兄弟姊妹啊！如果某人被认为堪当参与圣餐，而你却认为佢不配分享你嘅食物咧，咁你就系侮辱咗呢个圣餐。即系异曲同工咁讲嘅吓，天主由你嘅罪恶中解救咗你，邀请你嚟呢一个坐席，但系你没有因此变得更慈悲啊！今后圣人望呢个有条章啊，佢讲咧点解凡尔嘅会议呢咁恐怖咧？佢话因为使到咧礼崩乐坏啊嘛，有冇睇过呢条章啊？有啊嘛，系啊，新礼学话有句有位朋友咁样演绎啦吓，唔紧要噶，使人得救系紧要。你陪伴住每一个人，使佢感受到天主嘅同在，感受到天主同佢一切，慢慢到佢行到天主面前。For better, for worse，无论环境、顺逆、疾病、健康。是天主，不要看外表。好啦，还有61页、哦、主日都是要要求对社会公义的反省、啊、在天父面前信正无瑕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这个是真正的虔诚、啊。所以星期日呢、上有一個星期日很開心，是因為呢啲菲律賓的姐姐咧講個 mental health， 嗰個 mental health 好多人嚟參加，百幾人啊。咁呢個我為我嚟講咧係好緊要，因為啲菲律賓姐姐佢只有星期日可以放假噶咋，都唔係個個可以，都未必個個禮拜呀、係嘛？他们又想家、有感情的压力、性的压力、经济的压力、身体的压力，会的。是啊，还是要活在异地生活。他们能够参加完弥撒，我们堂区真的很可怜，没有地方给他们吃东西，他们在公园里吃东西。如果能够回来吃东西多好啊，圣母领保堂，是吗？还有他们坐在这里开开心心听 mental health 那个叫什么精神健康、无论感情的健康、经济的健康、身体的健康，想主日那个人是主日，主的日是天主的日子、同样煮的餐，哎呀，我们圣堂越来越怎么说啊？忙，不是忙啊，是没有地方啊，就是因为忙才没地方，你没有事发生，我大把地方繼續用拉丁文得噶啦，唱拉丁歌得噶啦，嗰啲人就唔會再嚟噶啦。好啦，多謝李子忠啊，你辛苦啦，系啊，你呕心沥血做咗呢啲嘢，好彩咋？內二頁開始咧，就係、是、好彩出咗咋，唔係你冇機會出噶。
咁又要真係多謝天主，請大家幫幫忙，買曬啲賣書啦，你施捨啦，買曬啲書，你施捨我哋啦，買咗呢啲書，咁我哋可以擺去叫乜嘢 ？ebook 係咪叫電子書？電子書，因為你哋唔買，佢哋唔準我哋放喺 ebook 啊嘛。我恨不得人人可以 download 嚟睇啦！你哋唔施捨下啦，买啦，买你送俾我，我又卖翻出去。你睇连续几版？系啊，真系今日嘅罗马礼啊，喺主日诶三年循环嗰个读经嘅铺排嘅心思吓。不过你始终咧。最後一步噶啦，佢俾我寫一年咗。亦都將畢生所學啊，係啊，所鑽研嘅咧，係啊，真係好認真咁樣去擺出嚟嚇。好啦，各位已經去到，我哋都只係講到禮二年嘅主日嘅，仲有機會繼續嘅嗬。69頁，阿欣。所以咧，下個禮拜繼續欣賞禮二年，咁就係10月15日同一嘅時間啦。咁記得啦，今日睇咗依個之後咧，要重温常年期28主日。咁下個禮拜咧就係常年期29主日月年，或者咧係全教節月年嘅讀經。咁記得下載咗個 PDF， 一邊睇一邊聽啦。好，繼續啦。好啦，佢仲有啊。我哋下一次继续讲礼二年噶，系啊，我哋继续欣赏礼二年啦。因为由主日就讲到咩啊？复活节噶，我哋会逐样逐样去帮大家分享，欣赏，欣赏，吸进佢嘅味道。你记得记得呢个礼拜系咩啊？主日，星期系欣赏第28主日，下个礼拜要欣赏29主日，或系除教节。咁样咧，70頁咧，你睇到啦，我哋今日都不停咁提啦。李生嗰本啦，丙年嘅《默存心中》。咁另外咧就系2024至2025年嘅天主教罗马礼仪日历。咁71頁咧，你睇到咧，为依两本书咧，我哋会有个新书推介嘅讲座。咁系连续三次嘅星期三，11月20、27同埋12月4日。你哋嚟啦！你哋嚟啦！嚟圣母圣依堂，晚上7点至9点。使唔使报名啊？中意报名就中意报名就好啦。QR code 噶啊，系啊，就行入嚟得噶啦。恨不得你哋嚟啦，听到几多咪几多咯。记得买书啊！啊，两本加埋先至几多钱啊？290。多谢大陆啊！多谢大陆啊！知点解吗？点解李自忠本书可以卖得咁平？咁厚嘅本书，咁大嘅心愿，今年唔喺大陆，唔系啊！多谢大陆啊，大陆我大陆嘅经费嚟噶，因为嗰几年咧，我哋唔可以为大陆咧做啲乜嘢嘅研习会，但我好想咧。大家都得到益处，咁好，你始终肯写到，于是我就将嗰几年研习会嘅钱作为稿费，所以我恨不得啊！喺大陆又好，喺世界各地呢本书能够点啊？俾人睇得到啊！所以多谢大陆啊！你明啦嘛？系几多心血落去噶？
如果为钱就不会出的了。都不会那么多人呢呕心沥血下去做了那么多事的。Father Jubongo 礼仪大师那个安鹏浩神父四本书，弥撒默想、忏悔圣事默想、病人圣事默想和婚姻圣事默想呢，已经可以呢在 Google Play 那里呢买到他的电子书了。今天我写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怎样写啊？弥撒默想、忏悔圣事默想、病人圣事默想、婚姻圣事默想，一套四本，是吧？是礼仪大师安鹏浩神父的杰作，是有心增进圣事灵修生活的必读圣书。是啊，就得了，大家买啦，大家看啦，大家传开去啦。哎，不要讲了，我们念那个叫做集土经。是啊，都记得的，这个土文都真的很犀利啊。是啊，时时怀住对上主的盼望，而且呢算啦，其实未必的，因为有很多人天主圣神会一路推动一路推动的。那你今天这么怒躁，就是因为你感觉到真的怎么说啊，哎呀，上主，我们祈祷。上主，求你时常以圣宠引导和推动我们，使我们心智坚定，勉力行善。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天主保佑大家，拜拜，晚安，一切平安啊。